做慈善久了，职业性很自然的啊，赶快去啊叫人会来看尸体怎么样，评估是不是需要急救等等。东珍就通过电话跟他师兄联络说啊，现在尸体的状况怎样了，让师兄很安心。可能我们每天很自然在做访评，我都会遇到这些医疗啊、急诊等等等，所以尸体在发生的时候很自然的就照着这个程序我们这样去处理。我一踏入此地就做黄色了，来到今一八应该差不多七年多。我们马来西亚很特别啊，有三大民族：华人、印、弱势的族群，在学识方面比较不懂，所以很贫困，又不懂得去申请社会资源。这个个案是因为新亚助学金，孩子是学校的校长提报的，妈妈是单亲，生活物质上省省的用，其实还够用，可是在学校的那些书杂费这样可能就付不起，所以我们就也有补这孩子的书杂费了。Tak sangka dia orang nak tolong saya sebab saya ni bukannya agama ni kan, saya bukan orang Cina, saya orang Melayu kan, tapi 想带他们就是让他们翻转人生，因为我们在陪伴个案的时候，我们就想让他离苦得乐，从访贫走入访视。让我最感动的就是生命跟生命的交汇，那个是没有办法形容，只有去做才能体会得到的。